列王记下第一章。阿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阿哈姐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力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么？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相室，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么？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阿哈姐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作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阿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列王记下第二章。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江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作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用他们去寻找你师傅，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么？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救助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
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列王记下第三章。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阿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了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做巴力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阿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么？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么？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原文作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街树，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若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争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树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驱刀灭亡。摩押人啊，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拆毁摩押的城邑，各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
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佳树，只剩下吉尔哈列切的石墙。勒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或作招人痛恨，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列王记下第四章。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作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小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作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
於是避上路，對仆人說：你快快趕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遲慢。婦人就往加密山去見神人，神人遠遠的看見他，對仆人基哈西說：看啦，書念的婦人來了。你跑去迎接他，問他說：你平安麼？你丈夫平安麼？孩子平安麼？他說：平安。婦人上了山，到神人那裡，就抱住神人的腳。基哈西前來要推開他，神人說：由他吧，因為他心裡受苦，耶和華向我隱瞞，沒有指示我。婦人說：我何嘗向我主求過兒子呢？我豈沒有說過不要欺哄我麼？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說：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見人，不要向他問安，人若向你問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臉上。孩子的母親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以利沙起身，隨著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臉上，卻沒有聲音，也沒有動靜。基哈西就迎著以利沙回來，告訴他說：孩子還沒有醒過來。以利沙來到，進了屋子，看見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關上門，只有自己和孩子在裡面，他便祈禱耶和華，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對口，眼對眼，手對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體就漸漸溫和了。然後他下來，在屋裡來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個噴嚏，就睜開眼睛了。以利沙叫基哈西說：你叫這書念婦人來。於是叫了他來。以利沙說：將你兒子抱起來。婦人就進來，在以利沙腳前俯伏於地，抱起他兒子出去了。以利沙又來到吉甲，那地正有饑荒，先知門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說：你將大鍋放在火上，給先知門徒熬湯。有一個人去到田野合菜，遇見一顆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來切了，搁在熬湯的鍋中，因為他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倒出來給眾人吃。吃的時候都喊叫說：神人啊，鍋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眾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說：拿點面來，就把面撒在鍋中，說：倒出來給眾人吃吧，鍋中就沒有毒了。有一個人從巴力沙利沙來，帶著初熟大麥作的餅20個，並新水子，裝在口袋裡，送給神人。神人說：把這些給眾人吃。仆人說：這一點豈可擺給100人吃呢？以利沙說：你只管給眾人吃吧，因為耶和華如此說：眾人必吃了，還剩下。仆人就擺在眾人面前，他們吃了，果然還剩下，正如耶和華所說的。列王記下第五章。阿蘭王的元帥乃曼，在他主人面前為尊為大，因耶和華曾藉他使阿蘭人得勝，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長了大麻風。先前阿蘭人成群的出去，從以色列國老了一個小女子，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對主母說：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慢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阿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神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侍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阿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么？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么？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岂不作么？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参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阿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么？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以他连德，再三的请受，便将以他连德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
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薄皮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列王记下第六章。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啦，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用我们往约旦河去，各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阿兰王与以色列人争战，和他的神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阿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阿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神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么？有一个神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摊。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么？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
岂可击杀他们么？话作也不可击杀，何况这些人呢？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阿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此后阿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客勒，二升鸽子粪值银5舍客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禾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用沙发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与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么？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列王记下第七章。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有一个参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阿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阿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阿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贿买客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作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
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山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神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神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急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侍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舍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参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以细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客勒，一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列王记下第八章。以利沙从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神人定睛看着哈薛，
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哲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帐，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哈哲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作亚兰王。哈哲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次日，哈哲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哲散了他的位。以色列王阿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作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阿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阿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约拿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益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立拿人也背叛了。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兰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阿哈谢接续他作王。以色列王阿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阿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年。他母亲名叫阿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阿哈谢效法阿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阿哈家一样，因为他是阿哈家的女婿。他与阿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末去，与阿兰王哈薛争战，阿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末与阿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阿哈谢，因为阿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望看他。列王记下第9章。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士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末去了。到了那里，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啊，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啊，我要对你说。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
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阿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身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阿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阿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阿哈的家像尼伯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阿希雅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神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么？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的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王。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作王了。这样灵士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阿兰王哈涉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末。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与阿兰王哈涉打仗所受的伤。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阿哈谢已经下去望看他。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约兰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晚，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阿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么？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车逃跑，对阿哈谢说：阿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扶倒在车上。耶户对他的军长不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上。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阿哈的时候，耶和华对阿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间。犹大王阿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
到了靠近以法莲孤儿的波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他的神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阿哈谢登基作犹大王的时候，是在阿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一年。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撒主人的心里啊，平安么？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信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迎下来。他们就把他迎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他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葬埋他，只寻他的头骨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藉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列王记下第十章。阿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阿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坐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争战。他们却甚惧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家宰、邑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作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的儿子七十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各到明日。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阿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藉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凡阿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阿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阿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
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42人，没有留下一个。耶户从那里前行，恰与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么？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耶户招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力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现在我要给巴力献大祭，应当召巴力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力的人，并巴力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力的人。耶户说要为巴力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力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力庙，巴力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力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力庙，对拜巴力的人说：你们察看察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力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脱逃，谁放的必叫他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力庙的城去了，将巴力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力柱像，拆毁了巴力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力，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座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联谷边的亚罗尔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流便人、马拿西人之地。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作王。耶户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28年。列王记下第11章。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
但约兰王的女儿阿哈谢的妹子约士巴将阿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阿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阿他利亚散了国位。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化作亲兵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各人手拿兵器，四围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阿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阿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作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巴力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力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化作亲兵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坐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城都安静。众人已将阿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列王记下第十二章。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士巴人。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幽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阿斯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各人当立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
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所以约阿斯王召了大祭司耶何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祭司耶何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转了一个窟窿，放于坛旁，再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的，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作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没有用以作耶和华殿里的银杯、蜡剪、碗、毫和别样的金银器皿，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作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唯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祭司。那时阿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意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阿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阿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斯的臣仆起来背叛，在夏色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索密的儿子约撒拔。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阿玛谢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13章。犹大王阿哈谢的儿子约阿斯23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17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阿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阿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阿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阿舍拉。阿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和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
一万步兵。约哈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阿斯接续他作王。犹大王约阿斯37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16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仍然去行。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阿玛谢争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睡，耶罗波安坐了他的位。约阿斯与以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阿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阿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3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阿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阿兰人3次。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约哈斯年间，阿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与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怜恤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阿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作王。从前哈薛和约阿斯的父亲约哈斯争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3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列王记下第14章。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第2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阿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阿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只是幽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神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各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阿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取了西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那时阿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
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阿玛谢说：利巴嫩的侄尼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侄尼践踏了。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阿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伯士密与犹大王阿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士密擒住阿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阿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各门共四百爪，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围治，就回撒玛利亚去了。约阿斯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阿玛谢争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作王。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死后，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阿玛谢又活了十五年。阿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阿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犹大众民立阿玛谢的儿子阿撒利亚，又名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十六岁。阿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阿撒利亚收回以拉他，迎归犹大，又重新修理。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阿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法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藉他仆人加特希弗人阿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藉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岁，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十五章。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七年，犹大王阿玛谢的儿子阿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
阿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阿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阿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阿撒利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犹大王阿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6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雅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散了他的位。撒加利亚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坐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话果然应验了。犹大王乌西雅就是阿撒利雅39年，雅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作王1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燕从德撒上撒玛利亚，杀了雅比的儿子沙龙，散了他的位。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时米拿燕从德撒起，攻打提比撒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犹大王阿撒利亚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燕登基，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1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阿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燕给他1000他连的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燕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舍客勒，就给了阿述王。于是阿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米拿燕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拿燕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比加核接续他作王。犹大王阿撒利亚50年，米拿燕的儿子比加核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比加核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位所杀了他。阿尔哥伯和阿利耶并基列的50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他，散了他的位。比加核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阿撒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2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色列王比加年间，阿述王提格拉皮列色来夺了以云、阿伯伯、玛加、阿罗、基低斯、夏所、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阿述去了。
乌西雅的儿子约坦二十年，以拉的儿子何世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散了他的位。比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雅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督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雅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阿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阿哈斯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阿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讲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且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阿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阿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阿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与阿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阿兰人有作以东人的，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阿哈斯差遣使者去见阿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阿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阿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阿述王为礼物。阿述王应允了他，就想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阿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阿述王提格拉皮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作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阿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阿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浇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阿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阿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阿哈斯王打掉盘座四面镶着的心子，把盘
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希西家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禁，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讲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造幽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幽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讲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藉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藉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力，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讲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讲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
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藉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阿述，直到今日。阿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阿雅、哈马和西法雅音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阿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阿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老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幽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梭角比律像，古他人造匿甲像，哈马人造亚士马像，阿雅人造匿哈和他尔他像，西法雅音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雅音的神阿德米勒和阿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幽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幽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棒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世亚第三年，犹大王阿哈斯的儿子希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阿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幽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或作人称铜蛇为铜像。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
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希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撒，并加撒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希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希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希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希西家银子三百他连德，金子三十他连德。希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希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他尔探、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拿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希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赖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啦，你所倚靠的埃及是冷压伤的伪象，人若靠这象，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希西家岂不是将神的幽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么？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二千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神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么？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么？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拿并约亚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阿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么？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份、喝自己尿的人说么？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希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
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希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希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国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伯的神在哪里呢？西法雅音希拿尔雅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么？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么？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拿，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希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列王记下第十九章。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史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拿，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希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急难扎乏灵肉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斯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希西家王的神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原文作使灵进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斯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立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不认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希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希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至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么？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赞、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阿尔伯的王、西法雅音城的王、希拿和以雅的王都在哪里呢？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以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立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将列国的神像都仍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希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立，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藉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光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我祖先所作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藉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么？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少，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架。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雀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阿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阿拉纳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20章。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作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院或作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
告诉我们的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仓上，王便痊愈了。希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是要往后退10度呢？希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阿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希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母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希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希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希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岂不是好么？希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希西家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21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协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讲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造他父希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力筑坛，作阿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阿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坛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经火，又观兆，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阿舍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
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藉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阿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粮撒玛利亚的准绳和阿哈家的线陀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原民作产业，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公园乌撒的园内。他儿子阿门接续他作王。阿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阿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阿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阿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阿门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阿门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22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阿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阿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罪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作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作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
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阿希金、米该亚的儿子阿格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阿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于是祭司希勒家和阿希金、阿格波、沙番、阿撒雅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雅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作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力和阿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给伦溪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力和日月行星，行星化作十二宫，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阿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给伦溪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阿舍拉织帐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士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一宰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
但是幽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又污秽因乱子谷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惊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阿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给伦溪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阿斯他录，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末，阿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幽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阿舍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幽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幽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立拿人
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征取金银，按着各人的力量派定撒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提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列王记下第24章。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阿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藉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决不肯赦免。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根接续他作王。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约雅根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斯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丁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丁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根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根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根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作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加。西底加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立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
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列王记下第25章。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阿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老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盘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做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盘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爪，柱上有铜顶，高3爪，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或作太监，并在城里所与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作他们的省长。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作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尼陀法人丹户灭的儿子西莱雅、马加人的儿子雅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七月间，宗室以利沙马的孙子
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犹大王约雅根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未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根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